现在我们接着写，上一次哈我们写到这个从模拟器是否存在，然后到绑定窗口啊，绑定窗口后我们再进入游戏啊。进入游戏之后的话，我们如果要发帖的话，我们的话就需要判断一下我们的聊天窗口有没有打开啊，这个就好说了啊。然后我们图是这样子，聊天窗口打开的话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说能找到发送，能找到发送的话，我们就打开我们的工具。然后我们直接找这个发送，发送，然后我们存一下，发送。发送消息，直接发送，然后对上发送，然后我们制作一个发送的返回啊，先建一个子程序，然后我们就是否打开聊天窗口，然后我们找图以及大漠，然后我们就不打，直接复制一下好了。我们找发送，发送的话找到发送，找到发送，找到发送的话一样的，我们返回，找到后我们返回，然后我们把直传两个出去，然后这是，然后我们 X 值的话我们就是坐标啊，坐标一，坐标 X。然后这是整数型，坐标 y 这也是整数型。如果找到发送，那么我们让坐标 x 等于 x， 然后坐标 y。等于 y， 然后我们返回真，然后否则的话我们返回假，然后我们这里也是一个返回值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判断我们的窗口到底有没有打开。当然我们这个范围的话也要填一下，范围的话我们要先绑定，我们找发送的话是在这个范围，
是这样的，然后我们就可以，那这里如果存在找到了，就返回正啊，存在返回正。你的手机返回甲，然后我们找到发送之后，我们要先看我们是不是世界，要多少世界，我们再找到这个，先判断我们这里是不是世界。如果我们发消息的话，我们往世界发嘛，是吧？我们世界，看这世界，其实这可以找字，找字好了啊，因为大家每个功能都用一点这个。这个找字好。世界啊，找成啊，世界，那我们再查找啊，频道啊，频道，是不是打开世界频道啊？然后我们就找的范围的话，就这里。我记得我们位置改一下，这个改，这个的话就世界，世界频道，世界，这里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转址了，就需要到底是不是世界，我们说，然后找到世界频道，世界频道，然后我们如果没有找到的话，我们就是说更改频道，我们写一个更改频道，更改道，更改道，世界频道。如果找不到的话，我们就怎么更改啊？这个其实也不用烦，不需要知道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直接就复制过来，能改到世界频道啊。那我们就点发送，我们一般是像这种的话，我们就先找到发送，然后。大漠点，大漠点，全局大漠，也取消移动，移动的位置是这个C R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这个发送号，我们是刚才是。截取的位置是在哪个点下啊？在这一点点，然后我们发送，在这里，然后点击这里，点击这里，点击这里的话，我们这个位置。然后我们向下拉啊，点击这里，嗯 ，X 就是减 ，Y 也是减 ，X 减441，Y
我来减八，然后单击一下这里，然后它会跳出一个频道选择，然后我们辅助延迟，那延迟我们为了测试稳定的话，先就给它一秒好了，然后我们再是一秒，这移动后的话我们可以低一点，40，然后我们全局大漠。也目标组件单击一下，再延迟一秒钟。其实的话，我这个世界这个四的话，本来想来找字啊，不过我感觉它这一频道的话，应该比较固定的位置啊，不会更改，不会说世界这一次点开在上面，下次点开在下面啊。不会的，所以我们就导致就不测试了，没什么那个，就看情况用的，就导出速度快就是。然后我们就再鼠标移动一下，鼠标再移动，复制一份啊，再移动，移动的位置是。世界的话就是这里，就是 X 世界，然后 Y 是这样 ，X 是世界 ，Y 也是界，这个是 Y 是加，搞反，这样，然后这个 Y 是界，然后我们是440，这不用改，然后我们这个是减减124。24，我点击一下，就这样。更改频道的功能就这样子，然后我们这也不需要更改的话，我们一旦更改成功的话，我们就返回真。然后失败的话，我们返回假。这里的话我们也改一下啊，成功，这个备注啊，其实你的备注也可以啊，就是备注一下容易啊，可能以后脚本的话容易修改这样的，也没什么、我们更改就这样子，然后发送消息的话，我们就是说，然后我们这些。都对的话，我们就点击一下这里啊，发送消息，我们一个一个把它做好。发送消息，发送广告啊，发送广告，发送广告的话，我们还是找发送，发送找到的话，我们鼠标移动到。就是要移动到这位置，这位置 ，A 是减 Y 是下 ，A 减95 ，Y 减 Y 加九，等于95。那加98都一样，其实，然后也是点击一下，点击一下之后，我们就鼠标移动到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要点击一下全局大漠，点鼠标左键单击一下，我们再延迟了一秒。这里的话我们就大一点，一秒之后的话我们要发送文本，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全局大漠有窗口发送文本，然后我们有两个参数，一个是窗口具有，
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提示啊，一个是文本数据，文本数据的话，我们找的话，我们已经选好用这个，然后我们把它弄上去，编辑框，文本内容，文本内容，你看一下这个文本，就这个，发送之后。我们再辅助延迟，这里的话我们就给它200，然后我们再鼠标移动到X Y 这个位置啊，X Y 的话相当于就是这里，这里的话我们也加15，然后 Y 也加。加八加九也是啊，就这样。然后到这里我们就发送成功了。这里的话我们就返回这里，否则我们返回甲。这里返回好像用处不是很大，不过我们。没关系啊，弄起来也可以。所以的话，现在我们就可以拼装了。拼装的话，我们就在我们这里的话，按钮之后进入游戏了啊。进入游戏之后，那么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就是说。再加一个循环啊，换掉循环轴啊，然后也是1:1，我们把它输入过来，然后这个延迟的话我们也加一点，然后我们首先要判断我们的是否打开聊天窗口啊，就这个。然后我们存在就返回真啊，加一个判断是否打开聊天窗口，这个等真啊，这我们就改成如果好了啊，鼠标右键转化为如果等真。如果等于假啊，等于假的话，我们就是如果等于假就是没有打开聊天窗口的，那我们就这个打开聊天窗口，这个打开世界频道，更改到世界频道发送，那我们还有一个打开聊天窗口，就把这个单击下。我们打开聊天窗口，我们打开啊，这里就是打开了。打开的话，我们需要找这张图，这张图我们最早的时候截图截过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就这张图啊，聊天按钮，聊天按钮，就这张图，我复制一下。有时候我们复制比打字还好，不会打错，不会搞错，我们就放这里。找到聊天按钮，然后我们找到之后，我们要编辑大漠，给鼠标移动。移动到这个 X Y， 然后我们因为我们找的是这位置，我们要移过来一点，然后 Y 也向下移一点，然后 X 加十二左右就够了，然后 Y 也是加五这样，移动到这位置，再延迟一点点，辅助延迟啊，这个延迟的话，我们这里就是要50，然后。人机大漠，点鼠标左键单击一下，
三只的话我们再延迟，延迟个一秒二，一秒二，来个返回针这样子啊，等一下，然后我们这里的话就是这样子啊，如果打开聊天窗口啊，我们存在就等于真啊，如果等于假，我们先把假就写了，如果等于假，那我们就打开啊。打开的话，我们就是复制一下，打开聊天窗口，要打开啊，打开就好，打开好之后，那么我们要判断是否在世界频道啊。判断啊，判断。有在世界频道，它这个是存在等于真啊，就是说它找到世界频道了就是真，那么就是等于真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是放上去啊，我们先把假的搞定了，不是啊，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们就去更改到世界频道，更改啊，更改。那我们就更改一下，就是这样。更改了世界频道。右键点一下，我们跳到这里看一下。然后更改啊，它更改好之后，那么如果它是在世界频道，我们就要开始发消息。那我们就发送广告，我们发送广告，就是这里，系统打开聊天窗口本身，然后接着的话，我们的程序的话是这样子。因为我们有时候游戏会闪退啊，会闪退的话，我们这里可以再加一个程序啊，比如说，就复制一个防闪退，就是说游戏它跑到那个启动界面啊，就是说刚安卓启动好的那个界面啊，这里就可以。防止闪退啊，防止游戏闪退啊，防止游戏闪退啊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是可以找一个游戏图标啊，这个删掉。删掉。我们就防止游戏闪退的啊，找到游戏图标的话，我们就返回针啊，返回针，我就能返回假，返回假，大家不明白没关系啊，只要抄啊，抄就好，然后以后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学基础学了你就明白了。你真的不明白，你抄的话，抄好了也是可以用的。然后我们如果能找到游戏图标，那我们就找到游戏图标就等于真啊。等于真的话，我们把放在这里面。然后我们判断，这里加一个判断，防止游戏闪退啊，这个。那个等真啊，等真的话，就表示我们找到那个桌面那个图标了。那么找到桌面一个图标，我们怎么办啊？那很简单啊，我们就进入游戏，就启程序，来扔进去就好了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是什么？还有一个问题？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模拟器消失的问题啊，
这是也是一样的啊，我们可以试试存在啊，可以查到判断啊，这里可以加判断啊，这个我们可以改成如果真啊，也可以的啊，如果真，如果不存在，那么很简单啊，我们直接跳出循环就可以了。就这样，这发广告就这么简单。然后我们整体看一下程序啊，看一下它的判断是怎么判断的啊。它这里呢是一个死循环啊，死循环我们加一点延迟，然后我们会判断模拟器到底在不在，如果不存在它就去打开啊，然后延迟多少秒钟，这个笔记本也不知道多少秒可以起得来啊，我也不知道，然后如果等真的话那它就进行绑定，绑定之后那么它就会绑定成功了，那么它就会进入游戏，如果已经在游戏内了，那么它就会进入这个死循环啊，这个循环，在进入这个循环的话，它会查看聊天窗口是不是打开啊，如果打开了，它会查一下世界频道是不是打开了，如果没打开的话，那么它会去打开，如果聊天窗口没有打开它还会去打开，打开之后反正已经到世界频道了，它就发送广告，发送发送这样子。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像我们这个简单的程序学好，其实说实在的就是搞了一个初稿一样，其实是应该是可以说问题很大，所以我们写程序的话要比较要严谨一点啊，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到底写的对还是错这样子啊，然后这个找到这些输出啊这些东西啊，我们都要写个调试这样子啊，然后到底我们行不行这样子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在这里的话正大图标它这里25不对啊，是刚才我就感觉是不是太快还是干嘛，我没注意，所以我自己看了一下是视频，就感觉这我们位置觉得好像没复制对啊，然后我们再复制一下，再弄一下，啊，它是这个位置，那标就有问题了。这个的话，我也是刚才回来的时候看了一下刚才的视频啊，我觉得有问题。本来的话，这个问题我们要进游戏调试了才知道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。像这个的话，像其他这些的话，我们是还可以看一下。我们找的是和平跟聊天按钮才算进入游戏的。其实有时候的话，和平的话被挡住了是吧？所以这个不好，对啊。这变来变去，其实什么东西不会变？这个是不会变的，然后这个也不会变，所以我们就索性就找这两个，然后我们再抓取再改一下啊，这是解决一下，然后我们抓取，我们就取这一点，就这一点。
然后放大。然后我们放大，放大的话，我们取一下这个它中间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的图，因为它血的话是会变的，变的话我们要把旁边的东西给去掉。那血值这拿的话，它万一有怪在打它呢，是吧？我们只取它里面那点东西，外面这框架是不会变了的。程序这个东西的话，我们说实在的，写的话时间是很短的，主要还是调试，我们就做这一点好了，就这一点。好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去掉一点，然后就这里，然后这我们因为我们这一小块是不会变的的，所以的话我们保存一下血宽了。还有就是说变来变去，这一点也不会变，所以的话我们就能固定一点的，就这里这个，然后再改一下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只需要一点点就好了。完全就这样子，然后我们把一些干扰的点给去掉，好了，就这样。然后这个是右上角就算了，本来也不知道什么东西。然后我们找范围的话，再改一下，就取这一点到这一点。上去的这个位置，这个让它这个在这个位置内找，我们这个就要改，暂停一下啊。然后我们接着，然后刚才我们保存出去的是什么图啊？右上角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写框啊，因为那个话我们做比较细啊，不知道图做的还可以吧，所以我们就扔两个啊，应该有一个
能稳定啊，进入，已经进入游戏，右上角，这是我们的，我们再放一下，就这样子，然后这就好了，这个游戏可能一般的问题不大啊，这样子，因为我们。这样就知道我们在里面的啊，发广告，防止闪退。那其实我们在啊发布广告，那我们再看一下流程。差不多就这意思，然后我们。循环的话，我们刚才也说过，啊，输出，我在聊天循环中，我在广告循环中，发送广告，发送广告，循环中。然后这里就我再出，这里是我在最大最初循环中啊，最初的循环中啊，然后就是这样子啊，然后我们的套路的话就对了，这样子，先看它在不在，不在就创建。然后就等待45秒钟，再检查我们模拟器是否存在。存在之后，我们就去绑定啊。如果绑定成功，等真，那么它就进入游戏啊。直到它进入之后，我们就进入这个循环啊。循环的话，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聊天窗口是否打开啊。如果没有打开，它就会去打开啊。打开之后，它又上去了啊。然后它。还会看他自己能打开，他如果觉得我打开了，那么他会看世界频道有没有打开啊。如果没有打开的话，他还是会去更改这个频道。频道的话，如果频道是打开了，那么他会不断的发送广告，对。然后他是发送，每发送，他这样的话发送我们编辑框的内容了，对吧？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脚本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智能的啊，万一模拟器没了桌面丢了啊，那么它会重启，万一我们游戏闪退了，闪退到模拟器的桌面了，它就会进去，然后如果我们的模拟器消失了，它就跳出循环了，跳出这个循环，那就它又回到这个大循环，大循环的话它又会去打开，对不对？就这么简单啊，我们就这节课哈先到这里，下节课我们就测试一下啊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，嗯，先这样，先停一下。